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北沧州的这台近战四代目，上一边玩去。这辆河北沧州客户发来的近战四代目已经从头到脚的翻新结束了啊！这辆车来的时候我也拍段子了，大家也看到了。来的时候这辆车是全车金色的配件，现在已经全部都改成银色的配件了啊！通过阳极氧化水，咱们把原来的金色也都洗成了银色的，然后也是没有更换大部分的配件，就把这个车的整体配色变成了银黑的配色，省了很多的钱。客户来的时候就说了，杨哥，我想把这个车的姿态改得饱满一点，好看一点，因为咱们菜鸟的车的姿态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嘛，比较饱满，从侧面看过去的时候不至于前后那么空啊。这个车在来的时候标配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你的目光从侧面看车的时候直接就会从后面电池箱的大缝隙看到对面啊，然后前面也是由于减震过长过高，你的目光直接就会顺着挡泥板的上面啊，直接看到对面，这样所形成的姿态就会让这个车看上去非常的廉价啊。不管你砸了多少的豪件上去，如果这个车的姿态没有做好，那它就是呈现出来的状态跟效果是非常的差啊，看上去不值钱。大家看现在这台车改完的姿态，改完的状态是不是从侧面看上去非常的饱满，非常的让人觉得舒服啊。这个车重新焊了咱们菜鸟风格的电池箱，重新焊了菜鸟风格的平叉吊耳啊。这个平叉吊耳我也跟大家说过，这种刀锋的平叉要上扬式的安装才能显示出这个车的霸气啊，战斗感，不要往下塌，往下塌的话这个车的平叉从侧面看上去就会非常的丑啊。然后车主又升级了13寸6000瓦片的电机，把后面的卡钳从原来的螃蟹升级到了对四，因为对四的卡钳刹车效果要比螃蟹好的多得多。然后因为这个车的电池非常的大，它达到了160安时的容量，所以避免不了它也占座筒了啊。摄影师可以过来看一下啊，秉着咱们占座筒也要干干净净占的这个干活原理啊，这个车的座筒咱们也是给客户弄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250也的空开，升级的80/1200的控制器啊。然后客户跟我说这个车在骑的时候他讨厌这个车上有异响啊，让我把所有的线路全都固定好，在过坑颠簸的时候不要刚刚刚刚有杂音啊。我说这个不用你特殊的交代，咱们菜鸟的车都是有这种啊防震呢防杂音的处理。然后很多粉丝就问说，杨哥呀，一直想问你这个沙王的前减震怎么样啊？今天我上路骑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沙王的前避震，也是因为现在我们东北的气温非常冷嘛，然后这个减震里的油在低温的情况下它会非常的凝啊，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觉得这个减震好像有一点硬啊。实际的情况到夏天天暖的时候，这个减震油流淌的流线性非常好的时候它会变软的啊。总体来说这个减震我还是挺满意的，是值得购买的一款前减震，因为它价格有非常大的优势，只需要不过千的价格就可以买这一副啊非常帅气支持双碟的前避震，而且它还是软硬可调的。它的软硬可调跟那些调阻尼软硬可调的减震是不一样的，它减震上面有一个盖啊，这个盖上面是带螺纹的，你往下拧的时候就相当于它把里面的弹簧压紧了啊，就是把减震调硬了。推荐大家购买啊，沙王的前避震，然后前面也是很帅。这个车主也是非常的喜欢灯具啊，他从云南的灯神那里购买了整车的一套灯具啊，这套灯他就花了5000-6000元啊。以我个人的喜好呢，我这个年龄和岁数我是不喜欢这些啊花里胡哨的流水灯的啊，我觉得这个看上去不成熟啊，对吧？这个都是小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东西。但是呢，秉着谁买单谁说的算的道理，这个客户喜欢灯，人家花钱买来了，把这个灯发来了，咱们就给他安好，安出他该有的效果，对吧？然后上个段子跟大家也说了，这两个钢带的眼睛晚上太亮了，会刺到行人的眼睛啊。晚上骑车的时候，你遇见脾气不好的会骂你啊，开个远光，你瞎呀，看不着道啊，对不对？像我有时候开车我还会在车里骂两句啊。然后就给他加了一个开关啊，在晚上的时候咱们把这个鱼眼的灯通过这个开关给它关掉啊，
在没有人的路上的时候再给它打开，这样的话最起码晚上骑车的时候不烦人啊。然后，这个车呢来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是金色的配件啊，金色的配件车主说，既然这次咱们改成银色的配件，就把原来的金色的能换的就换了吧。然后我们俩研究了一下，买了这个喜羊的水，喜羊级的水。把原来的金色的配件全部都洗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银色啊！你比如说，这个电门锁盖原来是金色的，这个挂钩原来都是金色的，啊，现在咱们都通过洗羊水给它洗成了银色，包括平叉，原来这都是金色的啊，都给它洗成了全银色，这样整个车看上去就会更加的协调啊，更加的好看，而且也省了很大一部分钱。然后这辆车。路测也结束了，整体的效果呢，我也比较满意。稍后咱们打包发货河北沧州。With your face.